聽聽呢個大波大大大嘅出場氣勢嘅啫。係大哥，嗰個叫雞幾大啊？我知道咧，大哥咧好好學嘅。啊，聞説話將會係喺不久嘅將來咧，係離開香港去美國，係去深造同埋實地體驗嘅，係嘛？係。咁有一個疑問啦，就係、是、喺美國咧就通常都係用英文啦，係嘛？咁大哥大大大，你去到美國嘅時候，或者喺語言上面，唔知道會唔會有溝通嘅問題呢？冇問題喎，因為我已經一早話俾你聽，叫我哋學中文啊嘛。果然係係威係勢噃，好為中國人爭光嚇。咁啊，大哥大大大咧，向咧俾我嘅印象咧就係好威嚴嘅，不怒而威。喺片場裏面咧，冇人敢惹噶，佢話一，冇人敢話二。其實係靠乜嘢你可以咁樣鎮服住所有嘅各路英雄呢？我知啦，唔使啦，唔該宣布啦，大哥，你關木幾犀利嘅。好啦，以下呢一首得獎嘅十大勁歌金曲就係黃師傅咁款喎，直情阿蘇，係啊。蘇瑞主唱《誰可相依》是由林敏儀作曲，潘元良又是潘元良填詞，林敏儀編曲，華納唱片公司監製兼製作。歡迎遠道由台灣來香港特登係嚟領獎的蘇瑞小姐。好多謝香港的朋友咁支持我，亦都有好多謝洪金寶俾我呢個機會唱呢首歌，多謝。